台南市民陈东贤经商有成，今天捐赠市价十万余元的健身运动器材给消防局第一救灾救护大队。许多无暇运动的打火弟兄开心地说，这是最棒的礼物。台南市政府消防局专门委员洪杰志接受并颁赠感谢奖牌，他说陈东贤善性一举，除可让消防同仁利用被侵蚀强身健体外，也能提升消防人员救灾体力及反应，提升救灾安全。消防局表示，这批运动器材有篮球架、健身车、倒立机、杠铃架、举重床、战绳、壶铃等，配置于消防局新营地区第一救灾救护大队所属各分队，也要预请同仁爱惜使用。台南市民陈东贤幼儿捐赠健身运动器材给消防局，许多无暇运动的打火弟兄开心地说，这是最棒的礼物。记者谢信胜摄影分享。